冲出来，再造一点，再造一点，再快一点才可以踩进来。趁着曹操不在，曹操经常想，然后大招已经举起来了。这个位置曹操切进来，赶走暴风瑞，打成残血啊！吊还在扛，大概到了一个半血。关羽推大，但是跑不起来。回头猪八戒再做一手，暴风瑞先被杀了，之后再来一个，只剩三个人，猪八戒他们刚住了，粘住之后正面暴风瑞先倒，少了一个大输出，三刀留住，二技能追上来。七星灵这手二闪没有爆到人，对团战。但是也打了两个关键的位置，一个坦克，一个输出，这一波就是一个包夹。